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台长。今天首先有一个好的事情要分享一下，首先感谢新西兰的义工们还有法师们，有一个就是我女婿今天他丢了一台电脑，结果在一个小时之内就找到了。有一个谢谢新西兰的义工们，谢谢大慈大悲。这个算什么？很小的事情。对，我就分享一下。很多人什么东西找不到了，念几遍经就找到了。我就是念那个准提神咒。准提神咒，对对对，念了100多遍就找到了呀。对对对，这种事情太多了。请台长看一下我的一个我的外甥女，她是2013年属龙的，属龙的啊。什么叫属人的？龙。啊，龙。啊，对。哦，龙的传人。啊。属人的。就是在悉尼说喜欢你的那个小姑娘，4岁多。几岁啊？四岁多，说喜欢楼台长的那个小姑娘。哦，几几年属什么？是2013年。小女孩。属龙啊。很好啊，你想看她什么？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。没有灵性啊，很好啊。他是每天晚上，他经常是晚上那个是做噩梦，他的叫我喊啊，控制不了自己，他醒了以后呢就哭啊，就醒了以后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讲哪个字的话呀，我听不懂啊。讲普通话。我是普通话不太标准啊。我这个小外孙女呢，她每天见这个晚上她经常是做噩梦，哭啊，经常做噩梦，啊，哭啊叫啊，搞不管怎么搞她都搞她不住。然后她醒，就是在梦中，她醒了就什么都不知道，自己不知道。我们每天都被她搞得睡不着觉。等等啊，帮她仔细看看啊。谢谢。喜欢卢爷爷的要给他看了仔细一点，他6岁有一个官，他现在5岁。下半夜来的，经常是晚上下半夜来的，这个灵性小的，跟他妈掉过孩子有关系。是哦，是我女儿教过我这个孩子。啊，对对对，明白了吗？帮他再念。念多少张小房子？64张。哦。好吗？哦，换成多少？什么？换多少条鱼？换成300条。哦，好的，谢谢。没问题的。哦。爷爷，你告诉他，爷爷给他加持过了。啊，对对对。一个礼拜之后。什么梦都做不到了。那谢谢台长。下面请看我看老公。我父亲他是甲子年生的，是甲。他是郭敬明，登郭先生的郭，敬明镜的镜子的镜，明亮的明。是甲子年生的那个属子书。不要讲那么多。登郭先生的郭。镜子的镜，明亮的明。你们知道吗？这叫锻炼，体育锻炼。你别想。你这个先生啊，上辈子欠你的，你知道吗？对你好的嘞，一直被你讲啊讲啊。你先生脾气可好了，我告诉你。讲得很对。讲得对极了。我父亲是个这样的事情，他经常。你的先生呢，有一点，就是。搞不清楚有时候。对对对对。我女儿也是您的弟子啊。我女儿说她经常是我父亲附体在她的身上，她问她要小房子，我说你问我的要了，她说她不，她是老是问她要，她现在我女儿现在晚上非常痛苦，经常是睡不着觉啊，那个问她要，她现在我不知道我父亲现在怎么样了。体育运动开始。体育运动开始，拉过来，来，你不要让他再讲了，让他念经吧，
你现在讲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吧。我父亲叫郭敬明，镜子的镜，明亮的明。你是不是叫我看看他在哪里是吧？啊，是是，对，叫姓郭啊，郭什么？第二个什么字啊？镜子的镜，明亮的明。镜子的镜，明亮的明。啊，郭敬明啊。他是，他已经逝世，已经好，那是82岁逝世的，现在已经逝世，他是89了。郭敬明。我的妈呀，哇，他的爸爸厉害哦，哎呀，他的爸爸做天官喽。哦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你爸爸应该活着的时候也有很高的造诣的。对，他一浑身的学问，他终身的是当干部。位置很高的。当干部。啊，到天上，而且他很忠诚，很好。是，对对对，这是这个性格。他不乱来的，从来不乱来的。勤俭节约，对，啊，对，这听着讲的最好了，啊，他真是非常好，有一个就是，算了，不能讲他了，不好了，讲了，就是有人喜欢过他，但是他也没去跟人家好，你应该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这个事，讲的这么灵呐，那真是，啊。请看一下我妻子，她这种她一个小毛病就是，老是的浑身。你说什么？我妻子她是浑身发冷呢。你妻子浑身发冷。发冷在就是呢，她那个。你让她看好。她就这个问题就咳嗽，终身都是咳嗽，她把她搞了，不能。几年属什么的？她是54年生的，属马的。哇，你妻子这匹马前面没有缰的。怪不得你妻子的肠胃很不好。对对对，而且她还有啊，她的胃病还有痔疮啊。哎呀，对，那开了刀，开了刀。哎呀，怎么对的呀？这个卢台长还了得吗？啊，不得了啊，厉害吧？啊，是是是，你好好的听我讲，要好好的念经啦。好好好好，好吧，一切照您的说。好，你叫你妻子好好念经，是，你也要好好念经。对，我好好念经。台长会保佑你这么善良的老人长寿。好，谢谢台长。好吧，不要生恶病。好，谢谢台长。好好，谢谢。好吧，体育运动到此结束。